未发行新专辑的歌迷，我们苦苦等待。今天终于稍微透露自己的新专辑即将完成了。年底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其实自己新的歌说真的已经录制的差不多了，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造型啊，然后还有一些前制作，也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之前呢给大家一个交代。至于新专辑会以什么样的风格呈现，郭靖则表示歌曲是收录好了，但整体风格尚未定案，请大家拭目以待哦。这一次其实比较更都会一点点，然后也有自己的一些语言，对，然后我觉得也当然也会有一些之前唱偶像剧的一些插曲主题曲这样子，所以是一个新的，算是一个新的不同的感觉，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正式的有造型，所以我也还蛮期待新专辑的造型。2016年也剩不到两个月啦，期待郭靖赶快加紧脚步，不要让歌迷等到明年啊。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